珊如在今年三月升格当妈，产后恢复状况极好的她，生完孩子一个月就马上复工，而她也在十一日发文透露自己当妈心声，表示虽然看似没什么改变，继续工作，但实际上多了好多琐事，比方说要做各方面的消毒，还要反复确认行程。她透露自己每天的回家行程就是先消毒自己，再哄睡儿子，接着去吃东西，然后帮小孩洗澡、擦乳液、喂奶、拍嗝，这时候疲惫程度已到达高峰。不过她很感动的是，老公都一起同步作业，最后她躺在宝宝软垫上，也忍不住落下发泄的泪水，还不时会听到儿子不耐烦的扭动声，让她完全没有好好休息。不过她也强调，分享这些并非抱怨，纯粹是想记录这一刻，因为这些都是她所选择的人生。Bye.